各位听众晚上好，现在是本部时间2014年9月18日。一场灾难已毁全球，目前地球上还剩下2%的全部生存。为了重建文明，我们研发出了超级宇宙，也建立了严格的社会体系、资本体制，希望生活在保护区的同伴们能积极种植宇宙。也鼓励大家进行观察，每季度收成最高的会将获得升级1万积分建设一些绿草生活。各位听众晚上好，现在是北部时间2014年9月18日。一场灾难席卷全球，目前地球上只剩下2%的人类生存。为了重建文明，我们研发出了超级土豆，也建立了严格的社会体系——资本土豆制。希望生活在保护区的同伴们能积极种植土豆，也鼓励大家用新方法育种。每季度收成最好的个体将获得升级升级等级所需的3.7分，1万积分便可进入更好的生活。Thank you.